大家好，我是玛丽亚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多功能伸缩沥水置物架，卯足全力在厨房里煎煮炒炸，为家人辛苦的同时，清洁时厨房台面总是湿湿的，用具没地方，你的水槽、海绵、菜瓜布、抹布因为没地方收纳散乱在水槽里。多功能伸缩沥水置物架，收纳挂杆，可收纳抹布、毛巾、沥水盘，可放置洗手乳、海绵、钢丝球等，帮您把水槽都收纳得浅浅净净。底部镂空设计，快速沥水不积水，随时都能保持通风前灶。菜渣等一网打尽，居家厨余口、隔渣网网孔细密，可阻拦细小渣渣，可放在各种尺寸的水槽上。安装简单，一点也不麻，棒可依据水槽自由伸缩调节，适合用于各种厨房的水槽。清洁用具，筷子通通都可收纳哦。三面收纳筷子、汤匙等餐具，上面晾挂抹布，下层放置海绵、清洁剂，配置多个挂钩，可置其他的小物件，上下两层皆可收纳。功能伸缩沥水置物架，帮您把水槽都收纳得浅浅净净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赞，也要记得订阅哦。